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一期生许晨晨。改变吧，改变，精彩，感恩。入团前对偶像这个定义不是非常的懂，当时就觉得想做歌手嘛，然后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。然后来到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歌手，希望我可以带着这个初心，然后继续努力，继续朝这条路上发展。诚挚团结，意志坚定，用汗水浇灌梦想，目标是做好现在的事。We are the best team S2。 Yeah! 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，七十九了，现在要展现实力了。好，好，下面春日。一开始题目演的时候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对，粉丝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义、比较特殊的回馈吧。对于路演的话，更多的是期待吧，因为真的非常喜欢这种互动式演出。现在不够好，不能品尝到完成梦想的味道，下一秒转角要微笑，才可以和终点拥抱。梦想就如同花朵一样，在汗水中奋斗之后终将绽放，努力的前往也永远不曾改变方向。梦想就如同花朵一样，一直等待萌发的门要被欣赏，美梦成真以后才发出耀眼。还是蛮伤感的。
真的是谢谢你们，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爱我完全接受到了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。